我想放郝家姐姐走，她太可怜了。假如二少主复之后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个明朗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管。 那你想清楚了，段思凤有功绩的秀女是大事儿，而少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不能连累你，你能不能写封休书给我，先把自己撇清？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但这种话不要再说了。谢谢你，我只是觉得你一个人已经很难了。 如果再因为我出什么事儿，我会内疚死的。